草原剧组的各位主创，有请内蒙古电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白杰，有请出品人及总制片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有请博纳影业行政总裁蒋德富，有请导演尔东升、监制李锦文、演员陈宝国、马苏、阿云嘎、罗艺纯、丁成新、巴德玛，有请各位。海的尽头是草原，也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非常感谢各位一起来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这个阵容也是非常的震撼，就像我们的题材一样。来，有请各位一起在我们的背板前签名。这部影片的取材是三千孤儿入内蒙，好，来，我们一起在舞台在我们的背板前合影。对，我们可以一起往前一点。导演给指挥一下，对，站紧凑一些。好，好，谢谢。这部电影将于今年公映，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有请各位一起移步到采访区，再多拍一点是吗？紧凑一点哈。好，那我们请各位主创移步到采访区，我们先到这边。 对，于东总，于东总，你们可以，导演你们先去采访区。于东总，来，海的尽头是草原剧组来到我们的采访区，欢迎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欢迎导演。好，谢谢，谢谢陈宝国老师领衔演员团队一起移步到采访区。来，又见面了。来来来，我们欢迎又一个走上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大家庭。而且欢迎陈宝国老师，欢迎马苏，欢迎各位，来的小朋友。来，于总，我们往这移一点，让我们整个队伍都能够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观众面前，欢迎各位。哇哦，真的是非常壮大的一支队伍哈。应林，我觉得这个场合咱俩已经主持不了了，你就直接把麦克风给于东总吧。于东总，您来说吧。这部影片哈是耗时几个月在内蒙古拍摄的，倾注了大家大量的心血，给我们来推荐一下。海的尽头是草原是一部非常动人的电影，是内蒙古电影集团跟博纳影业集团联合出品，由尔东升导演倾情打造。去年的这个时候正是在内蒙古草原上艰苦拍摄中，请导演说两句。好，尔东升导演，我趁这个机会，眨眼就一年了，所以趁这个机会要谢谢各位演员，还有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就是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拍不完这个戏的。那这个戏是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它是有大爱的电影，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的。好，宝国老师。宝国老师，这部电影是一部表现爱的故事，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谢谢您。来，下一位，巴德玛老师。大家好，我是巴德玛，在片子里面演那个老年杜思恒。我是一个在大爱美丽的善良的蒙古族额吉和阿巴的家庭收养的一个孩子。我的小时候的演员呢是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演员罗艺纯。在影片中我有了新的家，还有了新的家人，这是
是我的妈妈。哎呦，好可爱。妈妈，马苏给我们讲一讲。大家好，我是演员马苏，就是很幸运可以演他的额吉。我们这是一个民族大爱的影片，它会像九曲湾的泉水一样流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谢谢。来，阿云嘎。大家好，我是阿云嘎，在海的尽头也饰演的伊德尔。伊德尔这个名字让我成为一名真荧幕上的演员，马王子的感觉。来，丁程鑫。Hello， 大家好，我是丁程鑫。然后这部片子是展现的民族大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您请。大家好，我是内蒙古电影集团白杰。海的尽头是草原这部片子是根据三千孤儿入内蒙真实故事改编，把这个故事搬到荧幕上是中国电影人的责任。观众在这影片中不仅能看到风光秀美的内蒙古草原，更能感受到流淌在草原上民族大爱的一段共和国往事。谢谢大家。感谢感谢，我们一定会持续关注。来，您请。海的尽头是草原是一部充满民族大爱的电影，我更希望这部电影在最温暖的季节感动更多的观众。谢谢。谢谢您。谢谢。来，你也讲两句。大家好，我叫李景文，是这一部电影的监制。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这一部电影的。谢谢，谢谢您，谢谢。我们也再次感谢《海的尽头是草原》这个剧组，名字就非常的有想象的空间。是的，期待这部影片给我们呈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也祝福我们中国电影再创佳绩，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电影人，我们的主创们，请移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海的尽头是草原》剧组的各位主创，这是我们的开幕影片。